哇，看那个队，不要电脑放在前面，你先讲，再讲。像剧这种打打闹闹的场面，会做。
身份和接触之后智商都会降低。快点，快找我了，太冷。好，那我们来第三位。对一下。哎，你们自动上前。警官，您是？我是由命扮演的是乖乖午间服务人员，叫我趴车也可以。请问三点都到齐了吗？好，谢谢小五队，谢谢小五队精彩的演出。在结束之前呢，我们有一段NG的画面要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就请看 VCR。没有，然后再少睡点，跟霹雳舞。